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台北大众广播电台，我是主持人嘉明。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是我的美女搭档阿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嘉明哥好，我是阿美。阿美，有件事情跟你说，你铁定不敢相信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竟然收到一位伯伯寄来的信，是一封几十年都没有寄出去的表白信。写信的伯伯据说等了他心爱的人一辈子。天哪，我都从来没有收到过手写的信哎，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坚守啊。但听起来你不觉得这样很遗憾吗？等了一个人这么多年，他却不知道你的心意。可还是会很羡慕啊。你不觉得现在的感情太快餐了吗？我就超想谈一场从一而终的恋爱。这个是广州音乐之声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华。马上又要到毕业的季节了，有些同学呢正在忙着分手，而有些同学呢甚至还不敢开口。今天非常荣幸请来知名情感博主方露做下我们演播厅，请我们谈一谈关于毕业、告白还是告别的那些事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露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。因为在我读大学时，有一个室友他特别怂，但是在毕业的时候呢，竟然做了一件令我们都刮目相看的事。我就是那个母胎单身的小透明，我叫童知了，一个普通大四学生。这四年来，我不善言辞，不爱交际，我每天除了上课就喜欢待在图书馆，因为只要我付出了时间，就一定能从书中得到回报。宋老师早。你每天数你最着急，您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这块风水宝地。可在生活中，即使面对最亲密的室友，我洗完了，他们忙起来也根本没有时间回应我。他是佳佳，我就是他的工具箱。宝贝，你在干嘛呢？一直不接电话。他每天恨不得24小时和男朋友打微信电话。这是大壮，一直把我当他的零食袋，总想顺走我所有吃的。这个直播的人是方露，又在推荐他的恋爱宝盒，50万粉，我要是能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就好了。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关注我的。佟志亮，你一直缩在后面，连这种最基本的绝育手术都畏畏缩缩，就算将来拿到资格证也不过是白纸一张。我承认，这是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。我说肚子疼，我老眼疼。又了。好歹你也是学医的，撒谎能不能斟酌斟酌？上次也是阑尾炎还手术了，没切干净。你问我为什么明明这么菜，还非要做一名兽医？作为一个弱小又不被关注的生命，我心中有一个想要公开的秘密。这谁呀？怎么这么高？赶紧下来呀！上面那么危险。是啊，好像是园林系的吧，叫顾斌。哦，是吗？哎，看怎么样？是吧？哎，对呀。会不会有一天？同样渺小的我也会被你关注到呢。就这样，我喜欢了你4年，我把对你的情愫都写进了信里，不用寄出，写着写着就已然抵达。我喜欢用铅笔，因为它可以擦去，
可以后悔，可以修改，可以抵赖。我的灵魂已经向你告白了一万次，我却不敢和你说一句话，甚至不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。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当面对你说出那句话。你不是那个童子吗？童子鸟。知鸟。是吗？知了。知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这棵莲雾树是40年前从台北移植过来的，听说是学校的一位老师与他相爱的人一起种下这棵树，所以这棵树叫定情树。这个送你，不好意思，吃了你的苹果，对不起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偷看。那我什么时候开？顾斌。怎么又偷莲雾啊？龙老师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这么喜欢这棵莲雾树啊？把你嫁接上去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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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你这位女同学，你少跟他瞎混，知道吗？这知道了。无数次想象我们相遇的画面。没想到却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棵树叫定情树。那我这是定情信物。这是什么？怕我看懂吗？郭老师，哎，我得借什么书才能弄懂这个符号？啊，这是注音。什么是注音啊？注音就是拼音的前身。这三个字是谢谢你，谁给你写的？台湾人吧。您怎么知道？现在只有台湾还在用这个注音。
哦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台湾朋友，我能不能请他帮个忙？请他帮忙？帮我查个地址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还是改天再说吧。同志啊，你在这干嘛？这郭老师他说让我把这个地址给你，然后他说能让你帮他，就是他说在台湾也没有人是其他。你接着说吧。大学四年里，我无数次幻想过踏进你画室的这一刻。无数次排练过在这里和你说第一句话的场景。这是台北的地址吧？这是郭老师他一直在往这个地址寄信，然后没有回信。他又不认识台北的其他朋友，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就是帮他查一下这个地址？要帮郭老师这个忙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……什么？你要怎么感谢我？那我就谢谢你全家。你也不用行这么大礼吧，我开玩笑。那你答应我？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是可以考虑考虑。那谢，谢谢啊！我还没说完嘞。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吓死！顾斌同学，这平淡的一天，因为我们正式相识而变得闪闪发光。这是我给你写的第93封信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终于可以写一些我们一起发生的事儿了。这个，你在要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又失恋了。才一个月吧。你又破纪录。恋爱教程第一条，永远不要被爱情打败。我决定了，为了快速走出失恋的阴影，我要在大学毕业前的日子里再找到一个男朋友。我要是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有没有看见我桌上有个蓝色的信封啊？姐姐，我眼睛都还没睁开呢。知了大宝贝，别找了，信我帮你送出去喽。你干嘛？我的信呢？给我。恋爱教程第二条，羡慕人是没用的。喜欢他就得让他知道了。你神经病，谁让你把信给他的？
好了好了，我刚冲到画室，他不会那么快看到了。画室。要乖乖长大啊，听到了吗？王姐，怎么看到我的？干嘛？做贼心虚啊？你该不会是来催郭老师的事吧？拜托，你昨天才给我郭老师寄信的地址 ，FBI 查也没那么快。对啊，没有这么快。那我收到信，这两天也挺邪门，这是今天早上塞在我门缝里的。这年头出了郭老师，哪还有人写信？这封信不是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信不是寄给我的？难不成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，但是这个不是写给你的。谁？啊？写给谁？写给谁？他是周寒笑。这你们俩不是很熟吗？他不是在隔壁画室吗？结果我就跑错画室，塞到你这儿。你喜欢他了，志尧同学？你怎么不早说？用写信这种复古的方式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表白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还是亲力亲为比较好。哎，说了人道。我现在就给你把他叫过来。我以为我们有了交集以后，故事就会像青春片一样顺理成章的展开。没想到这次意外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现在的我根本没有勇气向你告白，我依然只能一如既往地远远看着你。这么喜欢他，为什么不表白呢？喜欢一个人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不过，你相信那个顾冰相信你的话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有比我更怂的人吗？绝对没有。最近唯一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，方璐又谈恋爱了。拿，秦非凡，我男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秦非凡，我是方璐的男朋友。哎，你坐，哎，坐坐坐。好。好羡慕。小王子里说，爱不是终日彼此凝视，而是一起眺望同一个方向。我不敢向你表白，大概是知道我们早晚会各奔东西吧，所以沉默就够了。多说多错，你知道吗？看个猫，干嘛小题大做的呀？嗨，根本不懂。你小声点，不要让人听到。
这么晒可不行啊。什么？这小家伙一看就是刚离职，还在训话期，不能暴晒的。哎，你种的也是莲雾哎。这个是莲雾吗？对啊，不错哦。你们来干嘛？我们在打球的时候看到了他，他好像生病了。他有什么症状吗？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好像反胃，然后呕吐，吃不下东西。我本来想带他去医院，贵宾说找你的话会给我们打折。他好像怀孕了，马老师在最后一间，你找他确诊一下吧。好的，最后一间。你怎么不自己帮大菊诊断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打算和他单独相处吗？我临床经验少，我怕诊不好。临床经验少还能摸出怀孕？哎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有什么事吗？周韩笑约我看电影。上次你说喜欢周韩笑，你不打算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吗？我今天要医院大扫除。而且大扫除完，我还要去图书馆做三套卷子，而且我还答应方璐要……哎哎，你不要乱跑，那是马老师的宝贝。你知道，莲雾一直晒太阳的话，它的果色会淡化，然后变得没那么甜吗？什么意思？如果要驯化莲雾的话。必须让它长时间待在阴暗处，直到最后一刻再给它阳光，这样长出来的果子才会又深又甜。你干嘛突然说这个？没事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可以等你准备好。干嘛？等你准备好。我就五分钟就了，已经咁暖就没啦。Hello， 猜猜子。Hello， 嘉凯。哦，小萌萌，你又来了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你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这个饮料的味道好奇怪啊。当然奇怪哦，20多度的呢。什么20多度？算了，你还是喝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初恋的味道。好甜啊。恋爱就是甜的呀。大周末的还直播，秦非凡没有约你吗？别提了，他今天要加班呢，所以只好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了。你呢？那个台湾仔没有约你吗？他下午是有问我说要不要去看电影。所以是真有哎。没有。他是不是想跟你告白？是他主动约你吗？他没有约我，所以是真的。不是真的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一会儿。那赶紧啊！我不敢。酒壮怂人胆，你可以的。真的吗？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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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可以吗？董志良，加油！啊！Thank you.
这是在干嘛？哎，对不起。忙咩啊？忙你老母啊！秦非凡。快点。没事吧？秦非凡在那边。董思亮，董思亮，你在拍乜嘢啊？啊？你在拍乜嘢啊？你自己问他呀、啊，他脚踏两只船还不让人拍了。瞎掰什么呢你？亲爱的，我真没有。就你那个室友，明知道我有女朋友还勾引我，就知道死缠烂打，可真不要脸。那我明天就把视频发到网。你话发就发啊？啊？我咪搞去删咗佢。谁这么听你的？知唔知道我度捞噶？没工作了不起？站住！谁他妈让你走了？干嘛？想打架？对啊，看不出来啊。我是穿越到热血青春片里了吗？剧情这么狗血。来，男号，瞄准这里。来，来啊！按照剧情的发展，受伤的应该是……果然是我。没事的。打女生。我在想秦非凡的事要怎么跟方璐说。方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啊。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，是因为怕他知道以后面对他会尴尬吧？你干嘛？还我！你把视频发给他了？这不替你解决尴尬吗？但是，他如果问你在哪儿拍的、怎么拍的，你怎么说？有事我替你扛吗？但如果他知道是我们发现的，哎，你流血了，
没事儿，就破了一点皮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冲动的。换你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不信任我？哎呦！简直像做梦一样，他亲手给我贴的。好烦，本来还能再贴几天的，这么久了，郭老师的信有进展吗？算有吧。听说他好像最近生病了，我打算去看看他，然后跟他说说信的进展。那你要一起吗？好啊。啊，怎么样？是查到地址了？好像你打听这个位置的住户，早在十几年前就搬走。嗯，难怪一直没有回信。老师，你别担心，我会持续帮你打听的。一有消息，我会立刻通知你。谢谢。什么东西糊了？啊啊！我肿的！哎呀呀！没事，我过来。哎呀，老师，别担心，我来。现在会做菜的女生已经不多了，厉害。被迫学的呗。因为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就离婚了，没有时间管我，我就得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。你呢？有兄弟姐妹吗？何止有，我兄弟姐妹有四个。那多热闹啊！以前是很热闹，但现在大家都长大，只剩我一个人在这儿混吃等死。你没有混吃等死啊！我是觉得你有在帮忙哦。谢谢啊。沈书桐是我的老同学，也是我一直记在心上的人。你们怎么会分隔两地呢？那个时候世道很乱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明我的心意，他就失踪了。本来我也不抱什么希望，可是87年突然收到他一封信，夹着一些照片，还有一张黑胶唱片。是那个吗？对，可惜当时遇到了台风，邮件被水泡了，字迹也都模糊了。但是从地址的那一栏能够看到是从台北寄来的。
我就按照那个地址，一封一封的信寄过去，可惜都石沉大海了。那他都没有回信，您还写这么多年啊？很傻吧？我可能。老师，那个黑胶唱片可以放放看吗？我只有在电影里面看过，很酷哎。哦，可是，怎么没有音乐啊？是寄的时候进水了吗？在那封信里。唯一能看到的几行字里说到了这首歌，说这首歌当时在台湾很流行，也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。殊不知我播出来一直没有声音，也看不清封面，也不知道他让我听的是哪首歌。真羡慕那个时代的爱情，就是守一个人可以守一辈子。我有一个主意，我们假装成老爷爷帮他写一封回信，就当作是帮郭老师圆梦。这样不好吧？我们擅作主张欺骗郭老师，如果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那会更伤心。可是郭老师还在吃药，你也看到了。以他的情况来看，说真的，还能等多久？也不能让郭老师就这样遗憾一辈子。现在既然我们有能力帮忙，就去做啊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卖。哎，你干嘛？走啊，去买信纸。你要现在去买吗？对啊。你怎么说干就要干，每次都是想当然。上次帮我追追韩笑也是，这一次也是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我只是觉得还有希望的时候，不要选择放弃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吃饭。还有希望的时候，不要选择放弃。顾斌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希望自己的坚守能被温柔以待。怎么开场呢？机会来了。哎，你也在这儿？你不会装巧遇就别硬装。走来走去又千百回了。好了，那天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抱歉。顾斌，我决定要帮郭老师。
跟上。我想了一下，写信确实不合适，很容易穿帮，所以我们可以找找那张黑胶唱片。我老师收到这么久，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歌，肯定很遗憾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1987年大火的台湾歌手，出过黑胶唱片，以两个人的关系送的肯定是一首情歌。根据这份粉色的封皮可以看出，歌手是女性，这样范围就很小了。走喽 ，Go！ 啊！那么多家还是没找到，是不是我又冲动了？要不是你，我们连范围都不知道呢。别气馁，这家店是老影音店，应该是卖老唱机的吧？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走了。你怎么突然想喝啤酒？没有，就是郭老师的信让我想到了自己。你们确实挺像的，你们都会给喜欢的人写信。我其实还给别人写过信。我爸妈离婚后就把我送到了寄宿学校，一开始我特别不适应，每天晚上都哭醒。就在那一年，市里开了一个游乐园，然后班上的同学都去过，还都拿着里面的玩偶炫耀，我就羡慕得不得了。我给他们写信，请求他们在六一的时候带我去游乐园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。
他们怎么回你的？他们没有回信。从那之后，我写的信就再也不会寄出去了。等我回台北，你给我写信吧。我长这么大，好像都没有收到过别人的信。嗯，一言为定。你先等一下。你就没有想过要留下来吗？我留下来做什么？你不是园林系的吗？说不定以后可以当个园林规划师，或者……哎呀，那是我随便报考的专业了。你看我逃课都逃了四年了。哪一个公司敢要我？随便报考的这么厉害，那你还有天分留在这里啊？你才厉害吧？你看你随便摸都知道大菊怀孕了，搞不好你是兽医天才。你才是园林大神。干嘛？现在在商业互吹啊？董志亮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常常笑，不要整天愁眉苦脸。你知道，其实你笑起来还蛮可爱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自然一点。哎，有时间的话，要不要去游乐园？嗯，正好叫上周涵笑，他一定开心死了。看来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情。我心里面已经有人了，所以请你对我死心吧。我也是。那之前一直帮我当挡箭牌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告白呢？要是不敢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不用了。啊？我还是想自己跟他告白。赵恩笑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哦，我们俩把话说开了。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没这么喜欢他。你有新目标了？我告诉你。这样子啊？那你下一个，自然的笑。你在找工作吗？快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不知道哎，
如果明年我再考不上，我就要转行了吧。你还没有打算考兽医资格证吗？我上次出了场手术事故，那次本来是个小绝育手术，给同学们做示范的时候，突然因为急性阑尾炎肚子疼，实在控制不住，手一抖切身了。从那以后就不敢拿刀了。你呢？还准备继续从事园林设计吗？去设计院吧，也不知道现在准备还来得及不。所以你是不回台湾了吗？哎，你不是建议我留下来试试看吗？我突然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的。我看这雨也不会停了，我们就直接冲了吧。走吧。边天下起了雨，但我们没有撑伞，因为在我们的天空里不会下雨。谢谢你资料。你在干嘛？洗衣服呀，还能干嘛？准备好了吗？什么？当然是告白啊，不是要去游乐园吗？他也约你们了呀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说了，那天大家全部临时有事。不要又乱搞。乱搞的是他。干嘛？通知了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人。怎样，
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帅啊？他不会这样。董志亮，我是认真的，快毕业了，不要留下遗憾。这一次可没有不能告白的理由了。已经度过了驯化期，现在是大胆追逐阳光的时刻，加油。嗨嗨，哟，男朋友啊？别玩了，看看谁来今天终于没穿睡衣出来了，知了穿睡衣比你好看。对啊，走吧，走，起来，走吧。走。这里面还有烟呢，太新鲜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，稍微打扮了一下。挺适合你的。其实我今天想跟你对不起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
来来来，快点，上车上车上车。哎，坐不下了。哦，没事，我跟顾飞坐下一辆车就好了。哎，刚点智囊说的就是你吧？哎呦，不回了，拜拜。通知了，你想不想去我的秘密基地去参观一下？不会都是你种的吧？对啊，你不要太崇拜我。跟他打招呼吧，这是你们第二次见面。这难道是你偷的礼物啊？什么偷？这是我对定情树的承诺，让他的爱情永不枯萎。这怎么还会有邮箱啊？对啊，我之前本来想把它拆掉，但是认识郭老师之后，我就在想，也许建这个邮箱的人也在等待某个人的回信吧。也许永远也等不到。哎，你知道萤火虫发光是为了照亮寻找爱人的路吗？从前有一只萤火虫和它的恋人走散了，于是它白天寻觅，到晚上就迷失了方向。它怕它的恋人跟它一样，于是它就开始拼命的发光。从此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就有一只萤火虫一边发光，一边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，直到生命即将耗尽。他的爱人终于又回到他的面前。这么浪漫？不会吧，这么扯的事情你也相信？通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所有萤火虫都那么幸运，也有的即使等到生命耗尽，也没有等来自己的另一半。你怎么了？在那干嘛？顾斌同学，我给你写了封信。我叫童知了，是一个既敏感又自卑还患得患失的童知了。我好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。顾斌同学，请原谅我用这个老套的方法来讲出我的心里话。若干年后，即使信纸已经老旧，墨迹已经干涸，没关系，只要这封信还在，无论在哪儿，
都是我青春最好的回忆。那个夏天，我忐忑不安地迈入这个陌生的地方，看见你在阳光下勇敢守护小生命的样子，那一刻我所有的焦虑都被抚平了。我好想认识你，但是我不敢，于是我只能悄悄地看着你，收集着关于你的一切，像个小偷一样，怕被发现。怎么开始？只能用最笨拙的办法，去听你的选修课。报告。好进。Advice。从英文诗歌鉴赏，到环境行为心理学，从古建筑保护，到城市设计概论。排练着与你的相识，却都变成了不经意间的擦肩而过。哎，书都拿反了。就这样，从初遇你的盛夏，到临近毕业的暮春，我本以为我们可能不会有交集，直到那天在定情树下的偶遇，所有的精心演练全都变成了措手不及。我们以这样意外的方式相识了，谢谢你带着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冒险。很多年后，也许你会忘记我这个平凡的女孩，但是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不会知道打架后的奔跑会这么惊心动魄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不会有勇气再拿起手术刀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不会发现自己也有能力帮助到别人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的大学生活是多么苍白贫瘠。是你带给我这四年最斑斓的回忆，顾斌同学，是你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最好的同志了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董先呀，顾斌，想不到你文采这么好。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帮助对方很正常啊，不用这么隆重的感谢我了。我只是想在回台北之前好好享受跟大家相处的日子。我打算一毕业就回台北了。Thank you.
回台北以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坚强啊！大学四年结束了，我平凡的故事从这里简单的开始，也在这里潦草的结束。我依然是那个不善言辞、形单影只的透明人，想见的人不敢面对，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，我可能要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吧。阿奇的意义就是在最后一刻接受阳光。现在就是那一刻。上厕所。
顾斌呢？顾斌走了，要见飞机啊。我还有句话没跟他说呢。等一下，你现在追还来得及。我们再次相聚，佳佳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成为了一名勤恳的公务员。我打游戏就是为了在等你啊。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两个冤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在了一起。又是我的车了，不是你的车。好吧，和他俩一直和和美美。大家好不容易聚一聚，都少说两句吧。你是谁啊？大壮 ，surprise！ 大壮，半年前。我们的大壮同学痛定思痛，彻底下决心减肥。我也如愿成为了一名动物救助组织的发起人。曾经那个渺小的我，现在也强大到能够保护弱小了。大家都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可惜的是，郭老师还是没能挺过那个夏天。或许人生本来就是充满遗憾的吧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终究会成为回忆的一部分。Thank you.
知了同学，好久不见。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正在台南的一家旅店。这是沈书同老先生生前的居所。我通过老板的帮助，找到了沈先生的遗物。原来当年的遗憾也同样伴随了他的一生。后来，我把沈先生一生的告白带给了郭老师。我曾经认为，这个年代写信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事情。可是，我又如此的羡慕你们。在时代的奔涌里，软件会更新，手机会更替，爱人会更换。谁来证明我们曾经爱过的痕迹？那天你在机场的告白让我明白，原来告白不是为了寻求一个答案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彼此都不留下遗憾。我决定记录下我内心最深处的声音。那个炙热的夏天，阳光照耀在你透亮的脸上，人群中只有你，担心地仰望着树上的我。这是我独自来广州后收获的第一份关心，也成为了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瞬间。我好想马上就认识你，但又怕我的唐突会让你不知所措。你去跟在他们后面转，我就是在水消失道。于是，我努力想办法出现在你的世界。我也去了你的选修课。但你一整个学期都没有出现。每一次校园里的偶遇，都让我心潮澎湃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机，于是我悄悄地种下了满园的莲雾，将心事说与他们。这难道是你偷的莲雾啊？什么偷？这是我对定情树的承诺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轨迹会平行不相交，但定情树仿佛听见了我的祈祷，终于等来了与你接轨的那一刻。可没想到，还是被我搞砸了。好甜啊！虽然超尴尬的。这个送你。等一下，但我还是抓住机会给你留下一些神秘的字符，希望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个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没想到一下子被你破译了。你的身上有一股很强大的能量，有爱心又善良，尤其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光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可是，命运在我满怀期待的时候，跟我开了一个玩笑。我确诊了脑瘤。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就像不会发光的萤火虫，在黑暗来临后悄悄消失。我本想默默地离开，但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主意。我想和你一起再多走一段路，哪怕不长也足够了。对不起，剩下的路不能陪你一起走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
知了，谢谢你陪我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，谢谢你如此真心地喜欢着我。喜欢你，一直一直都很喜欢。同志了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接受我的告白吗？我愿意。求求